欢迎关。我们要不要正式开始？然后我们要不要来个处罚之类的？好，要什么处罚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们输的人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输的人删频道。不可以，可以不要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有点严重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是我觉得有点严失去多少回忆，不曾在意潇洒的美丽，只愿你全身还充满了勇气。获得多少伤心，假装忘记，重新再努力，你会发现你有很大的潜力。你会发现你将重生在绝地。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鱼。那我们今天来玩了 Wins 版本的 Minecraft， 然后今天我们玩的模式是红绿灯是尼亚斯发起的，对。然后不是我发起的，是你发起的吧？是我邀请，不是我发起。哦，你邀请我们来玩，然后有胡子，对，这个村民就是胡子，对，然后还有迪叔。还有迪叔，迪叔说嗨啊！哦嗨，迪叔说你好。你好，对，没错，剩下就交给尼亚斯吧。啊，剩下就交给我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亚斯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就是红绿灯地图哦，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地图，就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在玩红绿灯的感觉，只是它没有鬼，它会有红、黄、绿这三个灯，然后你等一下会拿到羊毛。黄对哦，我刚刚拿的那个就是羊毛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选其中一张地图，像我们看到这边都是。各个地图，他会写那个地图的名称、哦、我们可以看到门前面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进去？就直接往前走就进去了。对，哦、oh, oh, ，对对，哦，正确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是我刚刚来的地方。所以它详细是怎么玩？简单来讲，等一下你手上的羊毛变红色呢，就代表说你要停；绿色就代表要走，要准备开始喽，直接开始了。哦，直接开始是？对，直接开始了。绿绿红色就走，红色就要停，黄色就是准备要红色了。哦，那啊停，对，要停。啊看，我跟你讲，回归原位食物。啊，我懂，我懂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，然后呢，中间会有道具。好烦哦，我又飞回去了。绿灯才可以走，绿灯跟黄灯才可以走。游戏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太早停了车了吧？哦，他是随机的，对，他是随机的，他没有 tempo。太机车了。啊，去啊停，哈哈。这是什么道具？这是什么道具？可以捡，可以捡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它是随机道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捡到？我怎么捡到一个墨囊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捡到一个什么东西了？欸、我赢了！太快了！什么？然后比谁先到终点就对了。对，比谁先到终点。他、啊、只有一个那个，只有一个赢家哦。对对对，他只有一个赢家。哇塞！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我们刚刚算试玩，我们每人选一张地图啦，每个人选一张地图。这个墨囊可以干嘛？可以 Q 丢掉。墨囊可以干嘛？哎，假墨囊该不会是你可能？它是一个道具，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按 Q 或者是右键可以丢出来身上之类的吧？对对对对，羊毛。对啊，胡子，我觉得你那个应该是可以撒在别人身上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等一下撒你身上，太棒了。来，我们要进去了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就第一届红绿灯大赛，准备要开始喽！准备要开始了，开始喽！倒数，倒数呢？哎，有了，倒数了，有三。二一，一开跑！丢你墨囊！哎、欸，我们不能丢墨囊啊！啊，我按掉了！哦，哎、欸，变慢了，速度变慢，速度变慢啊！我没了，不，哇，不行！这个有效，这个有效。红，绿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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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黄，红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往前。他们实力，哇！我赢定了，我赢定了，不行，我要赢了，可恶！我要赢了，不要挡我喽！我把红丢掉，丢不掉，可恶！哎哎啊！回来了！我刚才是因为掉下去才，看来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。
你要是 OK 哦。谁说我要死定的啊？哈，谁说我死定的啊？大崩溃。哎、欸，真的黄金怎么这么久了、啊？好贱啊！哦，啊。我刚刚可以赢的，黄灯太久了吧？黄灯太久了吧？他就是这么机车。走开，走开！哦，我快到了，差一步，不行，差一步。Hello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Hello， 啊！你那这张地图是比较小的地图，等一下可以选比较大的地图。等一下，我想看一下这地图附近有什么。他的哎、欸，那个后最后面的那个谁啊？那个谁啊？刚刚说死定了、啊，那个谁啊？那是谁？欸、没赢啊！我也没说我要赢啊。哎、欸，再一次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记一下分好不好？我们就把通通都跑完，然后第一名就四分，然后第二名。三分，第三名两分，最后一名一分。没有，我们只有获胜的才有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第二名、第三名后面都可以动啊，所以不确定谁是第二名、第三名。这样，要不要正式开始？然后我们要不要来个处罚之类的？好，要什么处罚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们输的人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输的人删频道。不会，可以不要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有点严重。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是我觉得有点严重。好啊，我想到了，不然到最后，输的人，假如其他人影片出了，他要帮其他人各宣传一次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好欸，那是算分吗？算分吗？对，算分。从现在开始，就赢一场就一分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总共先玩两轮，然后每一张地图玩两次这样。好，好。他好像有四张地图可以玩。对，那每一张地图玩两次 ，OK， 可以。我要开始了，啊！吧，有啊，这边有箭头，有箭头。哎，好快，好快，啊！好慢，好慢，太机车了。哇，哎，为什么？谁没有晕啊？太机车了吧？可恶！这很久。哎呦！哎呦！死定了，没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道具，黑哦，来，黑羽的道具，没有，我还那个，快，刚刚那个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好快哦，哎、欸，这张地图有，快，哦，好，好可怕，哇，哎，你们都下去。越来越保守哎、欸，你们勇敢一点啊！不要，勇敢一点啊！这是哪里？我现在他妈超保守哦！啊！我现在超险，尼亚斯就在我前面哦！尼亚斯，不要走开！尼亚斯，快走！啊！哎、欸，可以，哎、欸、，go！ 哎呦！哦，好险！哦 ，go！ 我们是走同一个地图吗？啊？哎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回去呢？回去！啊！谁回去啦？我回去。可恶！我是要慢慢走。可恶！黑羽。猴子，哎，后面那个怎么追上来了？好快、啊！哎呦，哎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走去哪。啊嘿！哎，啊！可恶！我拿下了，哇！黑羽加一分。后面啊，可恶！这张有那个 bike 在后面。哦，脚踏车是不是 ？Get a bike， 这个，哎，会按到吗 ？Get a bike， 有。哎，我们要开始。好了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要怎么上脚踏车？我要怎么上脚踏车？啊，有劲啊！上不去啊，我上不去啊。哦，有了。有啊！我们等一下，谁关谁用脚踏车好了。哎。哦。哎，这什么根本没办法，但黄灯好快哦！啊！你看，
Go go go！ 哦哦哦！哇！要谁啊？飞出去啊！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突破这一点 ？Go go go go！ 哎，我用到一个什么东西啊？道具吧。来，锯！锯！我根本就没办法用啊！要按 Q 按 Q 按 Q 哦，那就决定用你啦。可是我目前好像没有感应到。哎，怎么浮起来好像也蛮好用，还蛮不错的。我浮起来回去了，是不是？赞赞！我直接回去。道具道具。哎，要讲到道具。讲到这也太丑了吧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回去了？他会滑，他会滑，他会滑，超可怕的啦！回来了啊！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好，我看到终点了！哇！你走开！你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我不要！终点，终点！哎啊！我被扯回去了！啊！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哎呦，看我！我刚刚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卡到墙壁里面，然后他就把我传回来了。哇塞！各位，各位，艾比叔，嗨，嗨，各位，不要尼亚斯，不要助手，各位，该不会要到终点了吧？各位，尼亚斯，不要这样，尼亚斯，我觉得你今天长得很帅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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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这回事，我已经压线了。看，看他压线了，我跟你讲。哎哎哎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用道具传回来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你这个家伙！不是，我是胡子，是胡子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刚刚胡子开道具，刚刚胡子开道具。你开道具直接把我传到后面去、欸，哎，这个道具太……哎、欸，所以我赢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要到终点才赢啊。哎、欸，可是刚刚说，哦哦哦，对啊。这样模式还有在 okay, 啊，底数啊啊，居然是底数！什么？居然是你？底数加一分，反败了，反败了！哇，反败耶，好狂哦！我想看这个。Go go go！ 出发出发出发！哎呦！哎，有道具耶，这个地图好多道具啊！对，飞回去了。我嘞，胡子在跑吗？哎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想干嘛？跑很快。哎、欸，迪叔！不要叫！迪叔，你给我抢道具啊！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听见的。哦，来看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可是我刚刚拿到那个道具。哎呦，怎么突然有点累个？哦，哎、欸，可恶！胡子、啊，我发现你们好像道具是附加效果。对。右边的附加效果我看到了，胡子，你偷用道具，我干了什么？你让我的速度变慢了。走，干，我又回来了，操！我看到道具了，可恶！还想用道具啊，冰酿！快快快，要跑！你说一下终点，终点到底在哪里啊？没关系，大家都不知道终点在哪里，我快到了。是我看到尼亚斯了。欸、那不是尼亚斯，是我吧？我要到终点，我要到终点。不要了！不要尼亚斯，不要！不要！我要加分！不要！哎、欸，差一步，差一步。尼亚斯，啊、耶 ！No！ 尼亚斯，你好不 OK 哦 ？No！ 我要跳岩浆致敬。哎哎、欸欸，跳岩浆不会烧起来，就直接传回去了。太好了，哎、欸，快到哎、欸，胡子，回去，胡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黑鱼，黑鱼不可以，黑鱼不要闹，不可以，黑地鼠，地鼠啊啊啊！哎、欸，胡子，你偷按难度，胡子，我靠，胡子，你们偷按给我回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谢谢。输两分，谢谢。干，我好崩溃。加油，我先冲，好停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都停下来啊？我知道啊 ，hard 是连。我这，哦，我懂了 ，hard 是连那个。哇！
哦哟，我知道他的这个视角应该都不能动，好像是这个意思，是吗？对，应该是。哎，干，我要崩溃了。有了耶！哎啊！我有分了！啊！现在2-2，1-1哦。谁二？我跟迪叔二，你们两个是一。哈哈哈！哎呦，我要被宣传了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哎，各位，下去，最后一步，下去。哦！哇！加三分，你俩是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好了。你俩是没有偷练？没有，没有偷练。你是不是下载一张地图了之后，在家里一直偷偷练？对啊，好夸张哦！我觉得你应该无条件扣一，不是？对对对，扣三，扣三。你刚刚再见。是。没有怎样吗？我很晕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又是技能，我头好晕 ，Oh my god， 哎、欸、哦，这个画面好不舒服、哦，我要三 D 晕了，我要吐了，一下而已，哦，正常、啊、正常，没事没事，你说，不要走了，低速低速低，我靠我靠，低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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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低速，哎低速不行，我差一点，什么？我知道重点道具了。地主，我的视野都去了，可恶，差一点，可恶，哦，吓死我了！所以我们第一届，我们的红绿灯大赛，跑步大赛，没有啊，我们要分个胜负啊，我跟黑羽要分胜负啊。我们现在是地主三分，我三分，然后胡子一分，黑羽一分。那应该是我跟黑羽要到一张地图去，然后你跟迪叔要到一张地图去，我们要分出一二三四名。哦，哎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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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迪叔，你要哪张地图？我们都到同一张好了。然后、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另外两个人就是观战。好啊，哎呦，胡子，胡子，小心哦，小心黄灯。胡子，哎哎哎，为什么动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手动了？第二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动？他刚刚是按到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超安全牌。哇，黑羽超保守哎。哎呦！黑羽，黑羽，黑羽，黑羽快到了，黑羽快到了，黑羽成功了。有黑羽成功了！靠！哎、黑羽踩错地方，黑羽只差一步哎、欸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回来了？我跟你讲，他刚跳起来，对，他跳起来了，他就差那么一格，你知道吗？就一格，我有两次也是这样的状况。对，我刚是差一格，你知道一格吗？你不应该跳上去了。我也两次也都只差一点点啊。记得不要跳啊，胡子。胡子要到了，胡子差两格。哥，不会吧？哇，胡子赢了！恭喜恭喜！笑死！刚刚我会赢的。我刚刚会赢的说，你们知道刚刚我就是真的差一个，我给你三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这一场第一名是我跟迪叔，第二名是胡子，第三名是黑羽，最后一名我们要看你们两个分数胜负，给我去，对，给我去。哦，我刚第一名，我也是第一名啊。你没有冲过线，闭嘴。对啊，你没有冲过线啊。你们两个给我去分数胜负，你们两个去分数胜负。那要选回来的。迪叔，哦，冠军啦 ！Sky，Sky， 我是脚踏车王。怎么样？我们第一名是要改言，是，哎，第一名是我，然后第二名是迪叔，耶，第三名是胡子，耶，第四名要宣传频道的是。我们的黑羽，我要跳几下了。
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玩这种就是很崩溃系的地图的话，可以在这部影片留下1000个喜欢。如果有留下1000个喜欢，我到时候再找额外4个，可能是8个 YouTuber 一起对战，看一下所有 YouTuber 崩溃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。好，那也记得按下我们所有频道的影片的喜欢，还有订阅以及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各位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